大家好，这儿有个老革命啊，老革命的床单儿，中间有点化了，中间用着用着不那么结实了，然后他就把中间给破开了，咱们给它裁开，就把两边给合上，两边合上以后啊，这个床单还能继续用那么1年2年。这就是老革命的节约、艰苦朴素的作风，我们就要跟他们学习。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特别浪费这些资源，有的衣服没穿就扔掉了。看看这老革命怎么做的，床单中间有点看得不行了，亮堂堂的了。中间给它剪开了，把两边一合，哎，打上了，然后接着再用。要不人家讲话说新三年，逢光复再三年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的老革命一代都是这么过来的。